再调价。用啊。就这个，这个调价。地板要拍呀。这个片儿还要拍呢。那不看，来。自己呢？啊，自己都快这么长时间。快。嗯。这条线啊。用啊。这个。说咋着？啊。这是得一千多。一千多。边上有十字，有大花篮，就勾子儿呢。啊，十字。啊，十字。你拿出钱看养龙的。这你养的价儿有点高，你要便宜点吧，看看。你给着啊，今天只要你给钱，我就走。先坐那山一会儿，别急。你把体型大，可以整。这啥时候的？是啊。谁的？八几年的。八几年的。愿意，体型我规整。看着呗。有菜多滋润。气儿少了。这是总爷。我总爷。嗯。你给多少钱的话？你要一千多给你。你给一百。那不为过。给五十也我也不给了。不怕你闹。哎，不会。只要你给钱，我都卖。还有其他东西呢。嗯。肯定看有狗，我要叫你去那狗，狗可好。老狗儿踩上了，儿子。慢点，那有个马蜂啊。那军事。要赔钱，我都便宜处理。我说你给钱都不卖，看着都不烦。不是看着烦，就是你那个碰上我都知道。管不管这是满大要价，金币换钱，可能。这个水分大，一分，这都是玩艺术的，都是水分大。这啥木头的？这放海里。你猜吧，猜没事儿。嗯。你给他了。我这都是随便给，往这底下一下，都便宜。弄五十块钱吧。五十两，小伙子挺容易。从拉屎七十二大公里，你给他一种鞋子，这能干。新工艺，新新工艺。啊，对。这为啥你这清军？那他们弄一点红，他就是军区防红加子连上的。这都是钢啊，这都是。